解彼此的感受，这是应有的体面。不管有多少障碍，时代总是在进步的，我绝不让任何人阻挡我的目标。他必须要在我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。我们各凭本事吧。凭什么本事？再这样弄下去，迟早要出大丑。再大的丑，也比家里出了一个汉奸强。在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保护你，就算这个城市真的会被毁灭。父亲的珍宝不是新华百货，而是我。